老师，喂，哎，今天很高兴又第二次来到，又碰面啦，对不对？奶奶，第二次来到这个工作室哈。那上次礼拜二，上次是礼拜一吧？应该是礼拜一。礼拜一，对。礼拜一来的时候是做那个，哎，妈妈的左脚，因为她的左脚非常的僵硬，而且他会，你说这个是有内转，内旋很厉害，对，内转内旋都有啊，哦，我以为只有内转，不太出去，哦，所以内转内旋都有，对，那我原来写的标题只有写内转，没有写内旋，那我再给他改一下，内转内旋现象哈。那我自己这几天都有做了哈，都有帮妈妈做。你的妈妈呢？也都在叫，痛。不会的。没有，但是我去跟她，我比较。捏韧带的时候。她就会叫，对。因为这个我也不敢太用力，怕。不会怕。轻轻用就可以。不需要用力。因为我们那边养护所有家属哈。在做这个运动的时候，曾经有出过问题，这样，所以我就很小心，我就很小心这个部分，所以我也不敢，就是太多的啊，对不对，妈妈？他是听得懂。我想是听得懂，可以理解哈，可以理解，懂是不见得100%懂，但是可以理解。不过在妈妈中风之前，我有带她去上那个中正纪念堂有一个电影赏析，那时候之前是一年吧，中风一两年前，妈妈就曾经告诉我说，奇怪呢，那个老师讲些什么我都听不懂呢。可是我当时的想法认为说，那个电影赏析讲的可能是太，其实也没有说很专业了，但是我妈妈有这样的跟我反映，可是我当时没有注意到这个警讯，嗨，对不起哈，就是说我现在的感觉就是说，妈妈跟你讲的话都是有她的意义的啦，绝对不要用自己的想法去忽视他，不要去忽视他跟你透露的任何的讯息啊。不过在那之前，大概是在5年前吧，5、6年前，我有带他去，大概是4年前，忘记多久，我有带他去做。仁爱医院做那个健康老人健康检查，结果是说妈妈是健康老人，还做了一个纪录片，是名字叫《老妈向前》啊，那个纪录片还入围，我们还去政大去，我做导演去分享这个，啊，我妈妈是女主角。因为我妈是女主角，我是女配角，我们去分享这个纪录片，这样。那时候，医生，我有请医生让我录。对，医生有让我录。那，我那时候录的时候，并没有想到是要做纪录片，只是，一般的我的生活日记这样。结果后来就做成了这样的一个纪录片。那医师有说，最后说，妈妈是健康的。那时候几岁？就是应该是5年前吧。5年前。5年前，现在92。很小的。
看看我，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看看我。承认。你手还是要帮他抱。有。你关节都慢慢的僵硬。嗯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已经是好很多了，本来是这样的嘞，我现在弄成这样，实在是已经。我自己觉得很了不起了，他原来这个手指头都是，都是，哎，怎么样？就是这个指节是不能弯的呢。这个现在这个还没有弯，但是这几根都可以弯了，只有其中一个比较难。为什么呢？它是缓弯的啊。这样讲，它是凹进去，所以说比较不好，不要凹进去，所以就这种。你看这个都可以开了嘞，这个能开啊嘞。这几只。只剩下这几只。你看这个都可以了，现在就是剩这一节还没有，原来都是像那个，附件是说这个叫额颈现象，那现在只剩下那个手指头有额颈现象，而且它也可以有点松动。而原来是几个手指的，四个手指头都是额颈。这个只要腹车轮，慢慢吗？可以用什么？腹车轮。啊，腹车轮。你不是有吗？哦，有。叶教授那个腹车轮，吃饱吗？我现在用药洗，用那个活络油。活络油去给他。活络油要啊。软轮吗？是啊，您好，你好，哎，我跟老师说有一个研究生要来访问我，我说顺便让你看一下我怎么做我的。现在我们的摄影机是开着，哎，这样我就可以做我的报道了。柯南，嗯，对。你贵姓吗？我姓吴，口天吴。口天吴。哎，他是新闻系的。新闻系。那我觉得要来访问我，不如就看我怎么做报道，这是最实际的，对不对？哎，对不对啊，妈妈？啊，没问题啊。我们是第二次来这边，第一次我有把我写好的作品贴到你脸书，对，我有看到。那其实这是老师第二次过来，我们第一次，我们是第二次过来。第一次是礼拜一，就是你看到那个。那还有一次是，老师到养护所去，那个也有做成一个报道，对。所以这是，哎，我妈妈第三次见到老师。那礼拜一我们是做这只脚，那老师在验收成果，看我从礼拜一到礼拜一完了哈，今天礼拜五了，看有没有松一点。稍微松一点了，活动性很好，松一点点了，走差了，那边整只都不能动，哎，是不是？不走差了，又好一点哈。你轻轻这样拍过，轻轻，用关节动，关节有髋关节三个活动面，一个是前后。左右和整只的旋，那讲转就是左右开，啊，你的脚啊左右可以这样开关这样，整只旋转就旋就整只的这样旋，整只的旋，对，这样子脚掌在这里，整只会这样子，这样旋，开进来就是旋转右。在西医讲就是外开内收，外展内收。它向内很顺，向外还有点紧，你多做一点向外。因为它一直都是往内，它一直往内，所以往内是很顺的。你看他现在的眼神非常的棒啊！在3年前他
产品的时候，他是没有办法爱康的。哎，他不怎么开眼睛的。现在跟三年前比起来，实在是好太多了。然后现在的状况也比之前好很多。之前他眼睛会开了以后，他有一只眼大一点，这只眼比较小。那现在他这个眼睛比较小的现象，有时候不明显，那现在有一点点明显啊，看得出来这边比较小一点。有时候他精神好的时候，两只眼睛是一样的，都张开，对。然后你讲话他会看一下，对，这有反应，对对对，就他就没有反应、嗯。他现在的反应好，比以前好太多太多，吼、哦，对不对，妈妈哈、哦？好太多太多、嗯。然后你看他看周围环境这是哪里？第二次的不会那么忙，是吗、嗯？因为第一次都要晕倒，对，难搞清楚什么状况啊。慢慢，对不对？啊，原来我们搞不清楚什么状况在什么地方啊啊！而且那天很多患者哈、啊，晚假都进的，晚假还有一个小朋友跑过来啊。昨天就是他们来。真的，小朋友跑过来把东西弄倒了，自己吓哭了。好多声音啊！你采访用什么方式采访？那个江记者。就是用聊天的方式。聊天式。我好像忘记先请你写访谈大纲，因为你有跟我说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坐下来，所以我想说就是用聊天的形式，对。嗯，等一下你有空的话帮我做一个照片的记录吧。好啊好啊，哎，就等我妈妈可以照相，嗯，好，因为我的时间卡得很紧，对，哎，早上本来要早一点出来，结果在写报道，一个报道是写那个。核能源的，那写完了以后我就想要出门了，但是突然想到，不是，就是我看到另外一个，有一个我们有一个公民记者，他叫谢明海，他写了一篇文章，妈妈走了这样，然后由那篇文章我就想起我有另外一篇文章。那篇是一个政大的那个教授，他写医记，医生的医，祭典的祭，祭祀的祭，祭典的祭，医记。那我重新再看那篇文章，我当时写了说痛苦，就是说你承受这个痛苦的，就我重新再去看那篇文章，我发现我当时根本就没有好好看他那篇文章。他那篇讲的是他妈妈要走之前在医院所受的经过，所受的那些不必要的折磨，也不能说不必要，对医生来说是很重要的。他们要做胃镜啊，要做抽痰啊，要插管啊，这些那个。那他说他在怎么样又要跟医生配合，怎么样又要保护妈妈，这方面的一个纠结的一个心情。那我当时看的时候，因为那时候我妈妈还没有中风，所以我看到的
没有那么深入，可是当我再重新再看的时候，我就那个他写了很长，然后我现在在看那篇文章的时候就感触很深，所以我觉得我现在也是各方面都是想怎么样保护妈妈这个样子。你像我妈妈，他们要抽痰，我都尽量的看怎么样可以让妈妈更舒服一点，就是说我要求她先做蒸汽啊，然后要拍背啊，拍完背然后才做抽痰，因为这样比较能顺利的抽出来，那你不必在那一直抽一直抽，然后又抽不到东西啊。曾经有一个医生，他跟我分享，他说他家亲人也有这种问题，他跟我说多拍背，这样的话可以少抽那么长时间的抽痰，因为有些人现在要松动。哎，对，他说你多拍痰的时候，他有可能他就会吞到胃里面去，在那个痰的在气管里面的痰就没有那么多，所以他可以很短的时间就可以做完抽痰的动作，这样。他这样跟我分析。那个痰要出来，那个气管的纤毛一定要活动，拍拍震动啊，有一些粘连在纤毛上面的不松。嗯，所以他跟我说多拍背，他抽没办法直接伸到肺那个气管里面抽，一定要上来上到喉间的时候再能够吸。对，拍，他会往上走。所以他就告诉我说要多拍。所以我如果在那边的话，抽痰我都是拍完，那个吸蒸汽。洗完了，然后拍，然后才抽，这样就很短的时间，他抽的时间不必要拖得那么长。硬抽了。对，我觉得是硬抽。他就跟我讲说多拍痰。后来我有看到一个东西，说这个地方要拍，拍了以后这边松了以后，这个肺部，的肌肉或怎么样就比较松动，那你拍痰它也所以说呢说这两块是不是这样，很多心脏病的患者是觉得气上不来的时候要做一件工作，就是咳嗽，大力的咳嗽这样咳了十次。嗯，这问题是我妈妈她不会，所以我们需要外力手空的，你帮忙看。太前面吗？优秀，我上过。他们都是说后面啊，那我现在从后面看，对，后面也是一样。对，但是我这样拍的哈，也沉下去。哦。我现在是前面，我发现在前面，尤其是这个地方很僵硬，对，所以我这边也有跟他拍。有跟他搓揉了，然后我发现我这个胸部去按摩的时候，他会好像不舒服，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前面，哎对，所以我就想说，等你告诉我了这个脚以后哈。我们现在是外旋嘛，啊不是内旋，内旋，对，所以你可以放这样子，嗯，轻轻的拉，对，这个就是做外旋，嗯，这边，就是向上推，就是内转，开，对，就现在上去了。嗯三次，
你想那距离越来越大，一点点做到，不要一次就把它拉开，会痛。推上去，轻轻的开。我们在等着完全可以下来就开掉了。可能等一下这个要来从这边来到这里，因为它这一支是比较僵硬的。我们先做好这一支。哦。那树那边的时候再搬过来。我做的时候，我会比较心急一点，我都会这边给它按摩。刚好从底下按摩，我要吃，给它按摩。不是，我会除了这个以外，我这个地方也会给它。然后你现在可以这样帮他弄，像我们就不方便。是，来这里是不方便。是。那上次你去看古先生去学了什么？哦，就是这招，他的绝招就是这一招，就是这个地方，这个磁骨。他说这个转啊，不是磁骨，是磁骨的带。对对对，就是上面嘛，这个是上面，哎，它是这个三角形的这个地方。麻烦我的手机，我要照一下。谢谢。你可以帮我看看有没有出去？这镜头老师有没有 ？OK OK OK， 麻烦还是照得到。对，很清楚。这条很强的频率。对对对，就是这条。这是表情，放大镜。对，我这个手机好像有点状况，没有出来。啊，有。哎，可是照得到是脚哎，不是，一定是叫错了。这个要手机，看得比较清楚。你看他，我你看他，你看，对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表示我这个手机有问题了。让他停了。像我的会连拍两次，是。你看，我比较表情。嗯。就从这里一样。嗯。就这条叫风降机，那么外表机啊。嗯。要伸直里面的。所以我们现在是按摩到这条。你看这条比较深层里面的按到。哦，是。哦，这是里面的，这条不是这条是同一条吗？浅，这个是浅层，就深层。哦，所以有两条。对对，不是好几层哦。有好几层哦。对对对，所以老师说，普清老师说，就是它不是只有一层，它很多层，所以说很重要的是什么？我这里很硬的话，很多脚哈，内收肌、内收短肌、内收肌都没办法。没办法动，哦，向外也动不了。所以这一个是这个的下一层。对对，下一层。哦，这样。那这个是再下一层。不，这个是我侧面。啊，这是侧面。这是正面看。哦，是。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内侧的地方吗？啊，内侧的地方。我这里看。是。我这里会很硬。是。很多人就是硬。
旋律啦，转啊，转转不好，是是是，就是外转机，外转转不好，就外转机太硬。所以我们现在去按摩里面的就是按摩这一块。对。刚才我刚才给他按摩没有？你刚才这一段我一直按摩这里，没有用这个轻轻的按，用这整块的，就是在外广筋，我给他按。你看外面这一条硬的话就不行，对不对？这是一条，你大的这么大。那一条是哪一条？就是外腹膜冲击。这条是啊，现我们按摩的是这条 ，OK， 所以。那里面的话就是这条，不是侧面，是里面就里面，就是正面看，哦，就是正面在侧面看。那里面的是这，还有这外侧，这是外侧，是，这是外侧。这屁股后面，这是屁股后面。这是后面看。这从后面看的了，OK， 是。那有没有从正面看的？就是正面的。有，这个是正面看的。这是正啊，这就是正面。正面，这个侧面，没有。那这个是背面。背面，那这个是那个内侧面。内侧面。这是外侧面。外侧面。这是内侧面。内侧面。对。所以我去压它里面，就是这块很硬，我。很硬的就是这块，那它这边这里哦，现在已经软了，这边对、啊、这条你摸摸看，这条硬的是哪条？就是内侧面，就是一条叫风降机，就是这条是不是？就是这条风降机、哦，就是这条。哦、风降机会很紧，因为紧的它一直往内收，是，松掉的话它才会比较好出去的。还内收广肌呢，有很多条。缝相机你按的时候就是用那个负齿轮去按是吗？对对对，这个有没有？这个尺骨肌啦，还有一个长胸肌。是。那个就是让肌肉向内旋转。哦。不容易开出去，所以要把那些肌肉松掉。那松掉的方法就是用负齿轮。不是用最理想，对，你要吃饱了也可以。用负齿轮。轻轻的按就可以，是，还有就比较深层，是，这更深层，是，这腹部的，是，腹部，啊，腰方肌、腰卡肌，是，我觉得我妈妈这部分都是很硬，你等一下摸摸看她这个肚子的这个地方很硬，现在不怎么样，我昨天请他们，没关系哈，那后面一条。叫梨状肌，这条梨状肌呢，很多坐骨先生都经过那里，所以一僵硬的话，就会引起什么间歇性波折。间歇性波折，走，哇，好痛，好酸，好痛，那休息一下就好了。好像脚会酸麻痛，有时候呢都是很多，并不是椎间盘突出，而是所谓的梨状肌症候群。有很多人呢、啊，都判断说啊，这里那个椎间盘突出压迫到坐骨神经，不是，有很多是梨状肌压迫的。谢谢。啊，没问题啊。有时候好像深。要不然拉扯不要动。这样再接这样往下，一点点一点点，阶段式，不要一次全部拉下。我看到有一个动作叫什么来着？高抬腿，它就是这样，两只脚都给它这样。哦，那高抬腿。高抬腿，两只脚一起。不要一起。你要高抬腿的话，放在你的肩上，对，放在你的肩上，就这样子，就用这种方式，这样就很痛，就把它外旋内旋就可以，就放在肩膀上，
一点点一点点的拉。啊，因为你这样手拉的话不好，你是放在肩膀上，外转内转动一动。外转内转。对对对。你垫子要腾一下。你用这只脚，因为那只脚是比较……这打不起来了、啊。你这还没到，因为他脚还不能伸直了。嗯。整脚伸直的时候才有办法做。我是有把它稍微往上抬一下。还是对抬。对对，就这样。那不是。这样不对吗？不是，我这不是九十度了吗？九十度。老师不好意思，刚刚不算高抬腿吗？对对，大哥你。有很多都犯直，他脚连抬九十度不都看直吗？你可以这样。哦，那这样的话他，这样就慢慢往内压了，转一转，往内压，你看他这后面都好紧，知道吧？你说他、啊对啊，你说这位年轻陈老师啊，很紧啊，对啊。陈老师，不会吧？他才几岁？九十度都上不来，所以要多拉筋拉筋凳啊。实在是太，知道吧？不太。陈老师，你转，这才会松，知道吧？你看，慢慢的用你的身体在压着，往前推啊，就跟拉筋一样。你痛对不对？还好，现在还好。因为放松了，慢慢，你看，跟刚才的有没有比较直一点啊？一点点的慢慢拉，松之后呢，你身体自己慢慢往前。看那脸有没有面目狰狞？哈接近九十度了。好，慢慢来，就把它转。你看这只，你把这只脚，老师，你看都上不来。真的假的哈？陈老师，你是龟灰狼哈？说一下，陈老师。啊？龟灰。你看。啊？刚举下来这纸，这标准要九十度，很紧啊。辛苦老师，啊！这样你看，我等于说本来是外旋外旋的，我弄几下那脚也是脚姿势，它有绑脚。嗯嗯。没有绑脚就。哦，所以它有绑脚。陈老师，你是不是有绑脚？嗯、哦，绑脚多久了？半年了。哦，绑半年了。OK， 所以你的脚是很漂亮的哈。好，谢谢。有运动？有，运动过量。对吗？肌肉太紧了。拉的太厉害。对。你是这样的运动啊？跑步还有就是一些肌肉训练过量。